因为我接下来的影片的话题会很黄很暴力。有，跟我出去就有了。你会喜欢你男朋友对你的时候是温柔还是粗鲁？我好像听说过你被贬过的，我不能接受啊，这样子来到一半的时候他裤带开始绑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勇又饿了，欢迎又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个影片未满十八岁还有未成年的朋友们请离开，因为我接下来的影片的话题会很黄很暴力。话题内容呢，大概就是会一种十八禁禁的问题。该影片如果有不适还有不适应的朋友们请原谅，不要按举报，因为我已经怕了，对不起。我会先找几个人来访问，随机啦，能找到就找到啦，路边也找看啦，我费也找看啦。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要跟你们介绍一款 APP， 它是中国最大的影视平台哦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抖音？没有耶。没有哦，等下我再介绍给你们。所以我先去访问 ，Let's go。OK， 我先挑战户外先。户外我去看一下，随机可以抓到谁啦？有没有看有没有小姐姐还是小哥哥之类的？如果真的是抓不到，我再回来抓公司。走。OK， 我们今天就开 GTR 出去了，走 ，Let's go。有，跟我出去就有了，谢谢。Hello， 可以打扰我们一下？有啊，你有时间哦，我大概一个五分钟吧了。啊，可以哦。请问一下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怎么要问呢？就说一个反问吧，你不要太建议一下啦。哦，可以讲吗？方便讲吗？十八岁就好了，就十八岁刚刚好，十八岁可以继续看的。哇，你会吓到人家。啊、哦，你不要紧张啊，我其实要问的东西也是蛮狠一下的啦。你会不会建议我问你一些比较黄色的话题？嗯 ，OK 哦。我第一个问题啦是想要问，因为你刚好十八岁嘛，00后嘛。嗯哼。我们那种年轻人，这种安哥都不懂啦。你有知道啦，有一个叫抖音的平台吗？我一开始不懂。这样你现在懂什么叫抖音吗？因为 Chelsea 有没有去看？哦，你有认识 Chelsea 呀？哦，这样你就懂啊，就我不用去特地去介绍啊。就是我只是看他这样子，然后我不懂他里面什么，只是他。OK， 这个东西你放心，我等一下会给你。哇、wow。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啦，你会不会建议你的另一半看这种臭影片？我的另一半啊，你有没有另一半？有。你有啊？有男朋友？这样子来讲，其实本身会有一点介意的，可是男孩子的生理需求嘛，没有办法。他们如果讲不看的话，那你会。哦，因为00后会比较大方一点，可是你这样我不大方，因为我还是给他看的、啊。哦，我以为会这样哦，啊，随便让你看，你去看啊，无所谓的、啊。可是心里还是有介意啊，因为他看的是女孩子跟。我、哦、这样子你很在乎他啦，一定是很爱咯这样。OK， 再改再讲第三题。然后你会跟你的另一半一起看吗？看啊，嗯，一起看。如果你另一半有看，然后他跟你一起看，你会比较建议吗？他自己看你会建议吗？你会觉得尴尬？来，我不在的时候他自己看，让我觉得 OK 啊。哦，可是我在的时候你这样子看就觉得很奇怪啊。如果你跟我分享哇，这个女的身材很好，这样我就 OK 啊。哦，如果他跟你讲这姿势很好哎，如果。也不爱用啊，用啊，所以你还是可以接受的啦，只是讲说不可以一直在你面前看而已啦。嗯，就是如果是少少透露就好，不要那么多。是啊，因为我之前跟他有一起看过，就选你、哇，这个很好看的样子这样子，然后看一下觉得很尴尬，然后就关掉了。自己去看去、啊，其实你比较不能接受的啦。还好咯，我还以为00后几大方哎，以后还不如我这种穷。哎呀，我女朋友如果看的话，我先买给她，我开 group 给她跟你讲。哟，你也有啊？我每次看她 Google 的时候，80多页都是。Oh my god！ 这你就是手脚不干净了嘛？我们会 delete 掉的，因为不会有露手脚出来，我们就算看嘛。都你有没有看过？还有用过 tissue 在地上？这很正常，不是吗？啊哈，他没有毁尸灭迹的、啊。可是他不在房间用的吗？哦，其实你不知道他的确是用来干嘛的啦。不懂，他很常流鼻涕的。哦，常流鼻涕是啊，还有想到别人去。OK， 给。然后我还有下一道问题，我会开一部影片给你看，不懂你会不会建议啦？你可以吗？这个影片啊是在抖音这个平台，他们自己的专业团队来拍摄的，他们有自己的内容、自己的拍摄，然后场景、灯光都是很专业的。我先开给你看啊，你不要害怕啊，我们绝对不是什么坏人，好不好？有点紧张。
不要干中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你要读这个什么呀？神夺地狱啊！他讲了不是我讲了，他这个是他们团队所拍摄出来的影片，说有时候可能40多分钟，影片内容都是他们团队所独创的。哇，还变态！你觉得他们的你我那些怎样？身材很好哎，身材很好哦，漂亮吗？漂亮，他们是来自各个国家，都是中国那边一带的。浪费啊！浪费啊！没去没人去啊！没去很干。没去也是很多美女耶。可是很少拍这种的啦，这种通常都是要外国才有这样专业的团队来拍，马来西亚不能。我也想拍吗？可是我拍没有人要看，就像我上一次拍被边路国家。哇，也不错哦。其实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影片，真的，这个我还没有看。那我是第一个看。我给第一个给你看，然后很多人还没有看呢。然后跟我老板的那个是不同，这个是最专业的呢，最新。你要吗？要啊。你要share给你男朋友吗？我感觉不是很顶，这个太多人了。然后你会吃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会给你福利的。等一下啊，最后哦，我可以给你3天的优惠 VIP 的，你可以免费开，下载导入我的 code 了。就我是不是就是那边拿一点，然后你这边拿一点，我就可以开6天。哎呦，所以你很聪明哦，等它 expire 了，你再导入另外一个下载，再弄另外一个 code 下去。所以我给你看一下后面 ，OK。所以你再看到哈，觉得他们这个影片啊拍摄到怎样？好大胆啊！很大胆。我咯，这样多个美女，只是讲他们大胆罢了。对耶，其实他们身材都很好。这些都是他们平台所合作的华人女友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背景啊，那些是不是很用心？很专业的。很专业啊，灯光啊，然后彩色。然后你看到现在，你觉得有没有你喜欢的姿势？你是讲那个视频里面的，还是我自己本身？你就讲你自己喜欢的啦。方便讲嘛？你方便讲嘛？我就比较喜欢后面哦。哦，大胆！哇，不错哦，很大胆哦。然后你会喜欢你男朋友对你的时候是温柔还是粗鲁？我比较喜欢粗鲁一点。直接来啊，懂吗？原来肯定有前戏哎，只是来中途啊，拉头发啊。没有啦，不要太孤立啊，孤立啊，孤立啊。喂，你很孤立哎，你也讲我也，我也会，现在不可以拍了啊，你再讲下去。OK。最后了啊，看了这个影片呐、啊。你会想要跟男朋友一起分享啦，还是知识上的你觉得有可以用到的地方？哇，这个影片我一定会分享给他，自己都觉得是好看。嗯，你放心，我最后一定会教你这样子去道路。OK， 给你一点福利啊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。那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点了。我去外面找很难找，这个应该不够睡了，18岁了吧？我问他哦。哎，对对，这样。我回公司问，因为我们公司的人、啊、比较大胆，比较敢讲，跟我们拍摄的嘛，肯定是很敢去的。现在就回公司啊，等一下见。我原本哦，在回这 office 的时候、哦，我就想说找多一点人，然后把他那个画面更丰富化。可是平时我们小区这个时间很多人的，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。Holy， 这个有族的就不方便访问了。算了、啊、算了、啊，回 office、啊。影片你们看到这里，记得不要按开。我到最后有福利要赠送给你们了，记得看到最后。Let's go。他连给我问的机会都不给，算了，回 office。其实我尴尬，刚才他拒绝我的时候。很难找人呢。喂，新会的呀？这样拿新会先呢？新会帮我一下，我要访问你10分钟完了。好的。对呀，那我们来第一个问题也是废话，请问你看过抖音吗？哪一种抖音？就是另外一个音质的音。这样肯定是有啦，毕竟 Charles 的影片是我剪的嘛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是废话啊。然后到第二题，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没有。就算你有另外一半啦、啊，你会不会建议啦、啊、跟他一起看成？我不会跟我的男朋友看，可是、他要我陪他一起看，研究研究一下 ，OK 了。Nice. 第三题，你有另外一半的话啦，他一直看你会建议？我不在的时候他看 OK 啊，我在他看就有点不是很 respect 我这样哦。哇，原来你们00后还没有这样大方的啦。啊？我以为你们00后很大方，随便让你看呢、啊。我已经给你看了嘞，然后我在你他可以偷看，
不会给你知道。没有啊，他可以看，就是我在的时候他看，我会觉得，哎，你有一个实体在那边，你不要看，你要看一个摸不到的东西。他可能他看了可以学到更多知识来给你。就我不在的时候你看啊，如果他看过了，然后他觉得，哎，这个知识很不错，还要我陪他一起这样看，这样 OK 啊。我会生气是他想要，然后我明明躺在他旁边，啊，然后他就要看视频，哦，然后自己读。你不在的时候他刚好要，就他可以自己 DIY 啦。然后之内这个平台啦，他们团队有新的一个影片叫做密室逃脱，你看过吗？你跟翘成那个狗那个不一样哦，我的是升级版哦。升级版还没有看过。哎，来看一下，秀，我给你看先。我这个是第三集，名字叫做密室逃脱之生活地狱。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觉得挺特别的，因为我真的一开始以为它是那种综艺节目。然后他们这个平台呢，是自己的团队拍摄的这个独家影片，有大量的华人女都是跟他们有续约这种合作的，很不错哎，很有那种恐怖的氛围感。不错，美一下哎，不错哎，还是女生都蛮漂亮的。哎，是不是比上次的更加好嘞？这样肯定了嘛，新的一集。你觉得这个大魔王怎样？看不到脸呢。身材不错哎。对，有六块腹肌哎。啊，完了完了。不错哎，不错哎。平台不是随便用人的，我跟你讲，全部都是专业挑选。这女的也很好哎，啊，这女的身材很好哎，但凡我有三分之一我就够了。妈的，你身材不够好啊！没有，他们是瘦，然后又有胸，啊，然后又有屁股，就是那种完美比例，然后又有那个样子，羡慕不来。No， 你觉得这样子类型的影片 OK 啊？我觉得他 content 很新潮啊，就有点，一开始有点 story mood 这样，然后你才进入你的正片。然后我想要问你第五个问题，你最喜欢这影片的哪一个姿势？你看到里面的哪一个姿势你就最喜欢？那就后面吧。从后面开始你就这样，你自己是喜欢哪一个姿势？我都喜欢。你会喜欢粗鲁的呢，还是温柔的？看心情的吗？这种东西。看心情，还有没有？也是可以接受，如果那个木到的时候也是可以接受。扯你头发。扯可以。裤带变低。是可以，但是不可以太大力。我好像听说过你被贬过的我。Oh my！ 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能接受太大力。这个就不要再讲下去，就很露骨了。然后我还有第六个问题，看了影片过后，你觉得你会分享给你男朋友吗？会啊，我觉得他故事情节很好。然后你们一起看吗？叫他自己看就好。为什么你不跟他一起看？因为他剪好影片，我会在影片。又不是你剪，我不会给你剪，你一定把，因为他会把他的画面全部拿掉，或者是我开讲那个，他会拿掉。没有啊，英姐剪，我在啊，后面看就可以了。然后你需要我打马赛克之类的，我觉得我需要打一下，不然等下我会变户口。换一个爱心。给啦，访问就到这边，我要换下一个了。谢谢新慧姐姐，来欢迎我们第三个女嘉宾，叫做金。你今年几岁？23。23没有什么东西好问了的，你是熟到熟，不要再熟了。我第一个问题呢，我就想要问，你知道抖音这个 APP 吗？不是你所看的那个抖音，是另外一种抖音，知道吗？我看超神秘就蛮。不要讲他们，每次讲有看，其实没有看好。有嘞，真的有啊。他那款抖音呢，就是另外一个，就是那 YIN 的那个，不好意思讲太仔细，我怕在变糊口，所以我很小心了。第二个问题哦，你会跟你另外一半哦一起看这种XX片的吗？有时候会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笑啊。这种东西会好笑吗？有些好笑的 category 的吗？感觉很 serious 哎。哦，原来在他的眼里这种东西是好笑的，你当做喜剧来看呐？没有啦，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很好笑的。OK OK OK。第三个问题啊，你另一半你会介意他看吗？不会。不会。真的？真的叫大方呗，在你面前看。可以啊。也是可以，在外面看。在你不在的时候看，啊，在其他男生面前看，可以，反正还得不到嘛。OK， 这个才是我想要问的00后嘛，这个才对，00后才对。看来我在前面问的都，就比我们80后、90后还保守一样的，不对吗？我问第四个问题的时候啊，我要给你share一个我那个抖音平台的一个独创影片，它是第三集了，片的名字就叫做《密室逃脱之神博第一》。专业呢，刚开始就这样专业了，这只是预告罢了，我跟你讲。是哎，还没到正片。这六个你觉得怎样？美啊，美，身材也好，身材也好，是不是？女孩们被捆绑住，需要努力寻找线索逃出。这就是。
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自己靠自己的本事去逃脱咯。你这个很好看，绑头发。我给你看一下大魔王的身材。对啊。对，有6块腹肌。有点尴尬哦。哎，奇怪，反问你一次这种东西。是，有点尴尬。OK， 我们看到这边都差不多过了啊。第四道题，这样子类型拍摄的方式的影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新鲜哦，就没有之前的都没有这样子的故事了。因为毕竟这个影片是他们抖音独创。所以我还有第5个问题，你最喜欢什么姿势？没有特别喜欢的嘞。没有特别喜欢都可以啊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喜欢温柔的还是粗鲁？温柔啊，你就慢慢来，不可以拔头发、啊。你不可以。就不能啊，不能接受、啊，这样子。你就很注重那种感觉的啊，就是男女 feel 的那种。现在哦，只要下载这个抖音啊，你在线就可以观看，它就不会像我们以前这样扒拉去导入才能看，然后占了我们手机很多位。看到这边啊，我都会送一些福利给你们，然后你们只要输入我的 code， 你就会3天 VIP 免费看了。它可能下载方式会有一点难，我会在影片最后呢会有一个教程给你们，你们只要跟着它步骤去下载，就会得到这个成版抖音，然后你们再输入我的 code 会有免费3天 VIP 收看。然后我刚才看的那个影片就是他们抖音里面的内容其中之一哦，它不只是只有这些，还有一大堆那种很多的你们想要的抖音。到这里就是我的访问要结束了，谢谢阿金姐姐。没有想到其实它蛮劲爆的，只是到后面还有很传统一点点，前面的那些呢是很保守的，可是又可以很暴力的那种。我应该去访问男生，可是可能那个男生拒绝我。英杰，英杰啊，英杰你要上镜吗？要。你要啊？我要问你啊，他拿相机啊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就来哦。看来前面访问女孩子的我觉得还不够，我还是觉得还要把我的英杰拉上镜。这样子，这个抖音我就不用问了，你已经抖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拍好很多了，甚至到户口被变掉。很可惜我拿户口没有。所以英姐，我直接从第二个问题先问你，你会分享影片跟你另外一半一起看吗？我很少会这样做耶，其实我觉得看片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东西。我常看，很常看的我。我记得你应该什么频道你都有，哦什么的啊，啊什么某 S 啊，你这样都有啊。总之我在朋友圈也算是一个 flyer 这样子啊。就找不到就找你就对了。然后我想问你第三题，你通常跟你女朋友做会做几个？这个好像不对哦。一个小时。哇，你这样来。一个小时算短啊。哦，就是有前戏那些之前啊，对对对，有前戏，有前戏肯定要前戏的，女生不可以没有前戏。然后我最新的这影片你应该还没有看呢，我刚拿到版，没有，所以我给你看一轮先。五个问题了，我的乌鸦男生就是乌鸦男生，我们就很敢问了，女生我们就保守一点点。因为你毕竟是女孩子嘛，他这个事已经是第三题了，我独家先。密室逃脱之神魔地狱。前面李飞我们不用讲，因为前面那些短。你看影片是想只看人家。那是打呆啦。打呆啊，我们男生都是这样啊，没有耐心啊。You wait。我看你 wait。就是因为我户口被 ban， 安排到这集。你刚刚那个很好看耶，钟情的是不是他？对，我们看一下。又是要玩游戏这样子。对。然后逃脱那个。对，可是这次的玩法不同，他们的场景啊、拍摄地点都换了，而且这次的 budget 更大，还一整个 studio 这样来玩。对，我这个角度好哎。目前看到的东西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可是我觉得那个男的需要去做割包皮手术。What？可是男的有身材，男的是6块腹肌。我刚才给秦墨连生看，秦墨讲他男的身材好，不方便给你们看。我想问呢，你看到那张影片呢、啊，这样多年你这样漂亮呢、啊，啊，你会对你女朋友还有新鲜感吗？肯定会有的嘛，这种都动不到了，要怎样哦？你会想象里面的去到你？当然不会啦，还是觉得你女朋友是最好的啦。肯定哦，关相机看还讲这句话。通常想象很难的，我觉得、啊、你都要再动了，又要想，很难的，我觉得。这样你会在你朋友不在的时候手？肯定会啦，不在的时候嘛。这样你有一个女朋友在啊，你还要手？就是你女朋友满足不了。有时候很无聊就会手摸了的，男孩子是这样。就是你看着一半，看到一半你就来了。没有啦，这样可能有时候很显就会想看一下，然后就
就弄。哦，就是因为显的导致你去看，对对对，就想要啊，这个显的错，也可以这样讲。然后我还有想要问你，最喜欢哪一种姿势？我喜欢我躺着，躺在上面，就是他动你不动，你要被服侍的那种啊。嗯 ，OK， 最后你喜欢粗鲁的还是温柔的对待？这个也是看木的嘞，有时候想要温柔，也有时候想要狂野，就是看当下的心情。这种我不懂，因为我毕竟还在单身，所以我现在先问这些，过后可能我会有经验啦。走，会有，但是我有，好好好，有。太好看了，这个没有到这样啊。还有我看第一个人要喊他喜欢，如果是轻微拉还可以接受，我觉得你会啊，会啦，多少会一点点哦，就是有时候。那个幽灵到了一个头上面啊，就开始会有一点点那种掌控欲。看了这个影片过后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冲动？是有一点啊，可是对于神伯真的还好。什么叫神伯？神伯就是绑绳子。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惜别喜欢。哦，这样可以请女朋友上来。他在槟城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、啊。男的就访问你好吗？来怎么？你还做全场访问他？你有男的喜欢绑人啊？就是他常对他女朋友绑住了。没有啦，这样来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裤带一直绑着。他的那种神佛哎，比较偏向艺术性，没有到完全 SM 啊。Oh my god！ 访问这边呢、啊，我觉得也是很长哦，我就是开始要接受影片，谢谢你让我影片。哦，打飞机啊！叫你看我影片打飞机，长机不是打。再见啊！所以影片看到这里，喜欢我朋友的们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留言哦。我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，不只是我们看而已哦，你们都有。影片在这边，拜拜。